这个叫什么瀑布？我们第三天的行程就是一个瀑布。不知道。Hello。到了。太快了。这个瀑布也太快了，感觉很漂亮。我要走了。果然他说这只是个健行，这只是个健行。这哪需要穿什么running shoes啊？拖鞋就很好，拖鞋就很不错了，厉害，好青涩的感觉哦。可以吧？他不是说你可以去游泳或什么？他说游泳吗？哦。很冰吗？哦，这个好冰啊！这谁会想来游泳？夏天还蛮适合的。可是它的水好像。很小呢，瀑布吗？对啊，是瀑布啊。真的吗？你怎么了？为什么？那个啊，那个什么，那个水敏哦。真的吗？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瀑布行程。这里有一只水蛇。它如果有攻击性，它就是会咬的。超美的耶！这超级美耶！这很漂亮，因为它保护色真的做得很好。他要停住，他要停住。好啦，让他回去大自然。开到有一条蛇出现。